放倒，好 ，Hello，哎，解决，还有2个补充兵在那个基地内待命。好，我们两手一解决。这是我们目前状况哦，红族那边受伤，我们要去处理一下。我们会从蓝线目前位置2240位置开始朝红族他们移动。哦哦，我的瞄具居然开始被没办法看，哇 ！OK， 用反我们开始准备移动喽，向西。了解，好喽。哎、欸，吉普，你说什么？你没听到？杜亚平倒了。刚刚说邦克那边有2个固定式点，要打掉。你把它打掉吗？有，我那个上面那个点五零我已经打掉了，可是右侧还有一只。哦，那么出，那么出发喽。好。我在你后面。红主好像全倒了。这也是蓝主，我们再想办法过去冲。红主倒在那个邦克点。超爽。那是今晚的上网传出。邦克的 N 方位，大部分方位。哇塞，道路上点五零。哇！邦克的 N 方位有点。清除，清除，清除。点撤球。OK， 走走走走走。高壮，我们沿蓝线，我们从东北方他们接近前五级。有军，有军，有军。有军。OK， 蓝主进邦克，蓝主进邦克。OK， 确认。关注成员，开始进行开始进行警戒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啊。哦 ，OK 啊。他人，登机没来的。收到，我再开一点。先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让 N113推进的地方。N113，你们的装甲扛点五零吗？有啊，上面点五零。没有，你们可以。他不挡点五零。OK， 好。公主帮我用那个弹药弹洗一下那个阵地。哦，麻烦不要靠近啊。拜拜。来，我们先在原地候一下，我们等。枪声063方位，063东北。不是。那我先盖掩。可以。那你躲一下掩体哦，不要被那个枪弹的水平过高。东北方是敌人交替，从南方大量火力。然后说牧师，假设你注意，敌人具有 RPG 哦。那我操！我看到了。他们，我记得还有一点点雾。走喽，开始进攻。
在一方位地方跑出来，再开超量火力。看左边右边有个缺口，了解。有军有军，车上可以坐几个人？几个步兵吗？目前还可以坐七个。七个 OK 好。有南方有太阳兵。红主东面那一个班，那一百五。说红主帮我防止一下到那个南面。有一群人到了。找那个炸药弹，如果可以带入拦阻的话，我们会先往要往前沿黑线推进，然后我们到一个定位之后，我们会再跟通知红主，红主就直接上甲车，然后用让甲车用运载方式继续往前推。收到。收到。麻烦帮我往北方走，找我一下。收来了。东方一点东。就是麻烦甲车跟红主先在这边防卫一下。总部对，报告。麻烦甲车跟红主在这个营地帮我警戒一下。等到我们往前推进之后，我们会给你 Q。抵达。OK， 好。东方点在靠近，立马攻出。我们尽快往前推进哦，我们就当侦察部队往前推进，然后让后面部队可以直接用车的方式运过来。OK， 我先跟你们警告一下，我现在枪是 cool off， 所以有时候会发生自动射击，你们不用紧张。难过了，对，还没有解决。他下礼拜才更新。
手电筒，手电筒的位置来自西北，注意西北。西北收。剧本你是带7.62的还是5.56？5.56。OK， 好吧。我也是5.56。我也是5.56。没，因为我带7.62，我本来期待说有人可以跟我共用。这边的枪不是5.56，我靠！载具，载具。给我单车号码。载具。重机枪的声音，0.50。对，看到看到看到，在西北方。不是弹珠。快！我们上车，我们上车。进去。上车，带我们去。什么？干掉一个做事的 PKN， 接敌。OK， 红柱跟蓝柱，红柱跟假车可以往左边推进喽。对，红柱上。进蓝柱位置，251交敌，西北方。Change， 帮我掩护一下，掩护一下。X 方向 ，X 方向。OK， 我推进了。下一秒的位置啊，看到啊。change。瞄的位置有一个，我看不到你瞄的位置，是我这边瞄。哎，他拿 AT， 他来了。往东边。他们会打 RPG 哦。废话 ，AI 哎，你要假设 AI 什么都会。哎，我跟着假设，往前推进。假设后面上车队。有没有靠台机？因为在控制起来会有点顿挫感。我在移动的时候会，有没事，你走你的那个路线不要太快就好，那个间距会计算。推进了。走。OK OK。看右侧那个，我也是光源，就是萤火虫。前方还有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我在考虑要不要换一下的。有 AK 哦。没有，它是229。你现在背包有弓箭吗？啊？背包有弓箭吗？算了，没关系，先继续推。没有哎。豹并行在我的右手。OK。你有看到 Marshall 的位置吗 ？Marshall 还是 Marshall？ Marshall 啊。Marshall， 问一下吧。有看到了。哎 ，Marshall， 谢谢你打喽。OK， 好。啊，我等一下，如果子弹没了，我会……哦，我 ，sorry。那 Google， 我会捡敌人的29，我先跟你说一下。OK， 好。你先帮我停机一下，我待会我再放我自己。我在看呢。
刚挨了蛮多枪的，看得出来。OK， 好，我们跟上喽。换组合。好。十点了，我靠！北方有零星枪声，有人在北北东那边。零星枪声，听起来像点火。来，交战哦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往前站开，往前站开！远离哦！我靠！紫薇，不要站起来哦！这我站起来了。蓝组上六，蓝组上六，可以，你可以站。蓝组上六，糟糕！没有防住，来了。蓝组到甲城的东的右侧，蓝组到甲城右第六侧，不要重叠火线。是。OK， 猫球在右后，知道，看到了敌人，见你，不要动我猫球。我倒地，我先帮忙医疗，你倒地说，可以往后拉吗？我那我先拖，谁倒地？我在旁边。前面有一个包，包打，前面有一个包打。你副 AIP 在照顾吗？这边应该可以了。我炮手位下来，有人帮我接一下吗？谢谢。淡定，可以上去接一下吗？不要，有人接了，对啊。工作你还要看我弹吗？雷鸣大量有。帮压制对方。你看到对方的手弹都手电筒对不对？往那边压过去。对啊，女仆应该可以了，你可以来过来帮她 pick 一下吗？我处理。哪队的西北？我治疗你警戒。了解。雷思维往西北推，先越过那个大树。对蓝组战掉伤患需要两分钟。到蓝组。来了吗？他在跑谁？帮助我们到那个零一五那个边坡上面挖掩地，等一下。你直接捡狗牌了，太夸张了！因为他狗牌其实绝对都可以捡。埋伏。他们单去哪里地？你说，女仆缝合中。女仆待会跑完，好了，往北上跑，差不多了。东方，东方，对吧？东方有枪声，东方。啊，女仆哦，起来了。OK。哟，刚，你看这边动，我帮你跑 PK。我知道，刚刚真的是一大排。我看到，东方还在交战。我看你不好。好。好吧，剧本。OK， 你们先。好像是在那个。OK， 这是就是不换，我跟紧你。好吧。购物里面有窗口。
没有往那边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个酷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右侧一是他们的一个屋子，和库。要进攻那里吗？确定。好，时间变早。老坡最近还是继续演这一。快亮了。六零沉默。应该是不用再拦住吧。再拦住，差不多跟上喽。帮我看一下。帮我直接沿着黑线推过去。有轻机回管。然后稍微加速一下。有坡吗？前方有坡吗？有吧，坡会吧，这不是大本营，北面大本营。好吧，那我继续往北面进。OK， 好。刚出去，他假设又出车。没有。现在状况就是能推就推，是一个小半个。主要道路，假车右侧一个半个。主要道路，道路车道路开，可以，你开。政府掩体，现在一秒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车吧，有没有帮我盖的北方？有帮我盖的北方，我还有车子。北方嘛，好，对，北方。拖接北方，掩护。红组先帮我们北方推，沿着黑线，先你们先 go。我人太少了。那个是一辆假车，机枪塔，是假车。可以导引那个样子吗？我会走到。是敌方 bunker， 这是我们主要目标。
在推进过程请注意，我们有人要救，没有人要救。注意顶楼有敌人射下来，阵地里面顶楼，怎么办？阵地里面的顶楼，顶楼收到，我看不到。OK， 压制，继续你们继续推进，就是挡。西方外围推过去会掉，西方怎样？当个内，当个内。你说西方怎样？绕过去。哦，你带队，待会儿就会到。蓝队你不接管，蓝队你不接管。我手下还有人吗？有那个 Just Ship。Ship 嘞？嗯。OK， Joseph， 你先跟我来，左川这位交给你可以吗？我们在你 OK， Joseph 跟我找方的话，在哪？可能会死掉。这边 Joseph， 这边。我刚才跑完 PAK 了。好。等一下，三车站有两个直线。那我们是被什么东西打的？我第一点，可能是敌人丢的手榴弹。总装人有空吗？注意哦。快回来！左侧是他们两个。报告女仆倒地。哇！没事啊，车上还没倒。我穿的。救马修。好。我去路旁边找你们。车上在冷。加油灯吗？啊。那总装去支援那个吧。我去找你们。嗯，算了。啊，我这边红组会尝试清那个塔。
船在哪里，我把女仆背过去。我说你可以测一个视频啊。哦，遇到了。干，这个白痴树挡住了。没回来啊。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人在朝我们射击。不啦，这个树挡住了。查哪一片？这个绿豆屋上不去。好了。女仆在这里。当干鸟。冲啊！哎，那得去吧。上来。不行，没有删到最主要那个。个通大屁眼那一个。怎么从后面挡住了？可以啊，感谢。我在做心肺复苏了。我要不要搬到里面去？你们受伤要不要搬到里面去啊？你说车里吗？那个我车里怎么没带啊？那烟雾弹丢的吗？我们的。第二塔枪卡。塔枪卡。这是三级头盔。哎，他们从侧面过来，小心点。对，南面有三级头盔的。把它打掉。他有心跳吗？哦，我看看。这边红组确保到一名人士。豆腐，你这台载不下所有人，对不对？啊？你这台载不下所有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没必要了。这卡瓦就载得下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，董哥在车上吗？没有，我在车下。因为红组劝到无棉之安全，在那个绿豆屋顶楼，我们一把进下去。然后 N 3麻烦直接开到底下去。你说塔底下吗？他们在你那边。塔底下。我要去看看啊，因为里面有点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贴边边就好，把它拿出去。他这个东西跑过去啊。一个或者帮我。优雅，你现在站大点点。应该是对。那个现在门口南边有多方向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我起来又倒？被你们做。哦，被你们做晕倒了。我看到了阶梯。南方有人，南方有人。开火了。对，你部落去哪了？靠腰啊，low了。看到蓝组状况好吗？这里是蓝组，我们这边目前回来了，只剩马修还没回来。马修，马修，可以帮我接？哎，帮我操作那个剩下的呀。哎，请冲方，我们这边在交战。没关系，你先追你的。啊，会跑这边。上来。反正注意东南面就是一直走这边。我们目前在防守阵地南侧，跟敌军接敌。南侧收大部队从那边来的吗？没有，目前只看到大概一个 squad 左右诶。对啊，三级头盔啊。哦。我就说，你看其他敌人都戴那个头盔来跟我们交战。对，我包头顶。整个是打，整个报告楼下那个吗？哎、欸，有武装的，有武装的。哦，我们等一下是做武装这里。不过这里丢你这边是没事啊，没关系啊。这个头探出去是就是武装了。那个去鹏，你可以帮我爬到二楼这边来吗？好，那你要记得位置清楚吗？对，从我这个位置看得到，很清楚。啊，你要过来哦。有。哪一个二楼？你后方，我现在的位置。很多人都。VIP 的落场。我剩最后一个弹垫，我射完之后那个位置让给你。这
无线电视。OK， 换你，换你。东打出森林。对，我没有往东，直接切出去，那再往南。兵单几个靠拢，一个装弹药站整组，五个人，我就组。啊，那个剩下的帮我上，有武装弹药站。不好意思，我那个优雅蓝组上有武装的还是没有武装？上车吗？蓝组上有武装。OK， 蓝组上有武装。是一个谁的？过去了。哇，南面。你是说说？哦，对，往那个医疗板的那边过去了。你带了这扇炮子？扣掉弹顶，没给你个雷子没回来。我在。好像还有一个人还在上课上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淡定他被干个。男主上113哦，有武装的。帮鬼放了两个。帮个上两个人，男主你有少人吗？没有，我叫他们上来了，我叫他们上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楼顶。没弹药，准备好之后，对，其实这里没关系，应该能支持下啊。我多了一个十万，他全这里啊，五十带一张炮。我刚才好吧，够了。干啥？炮火，干到五十。那那个点位。回报那个武装113点五零弹药零，所以我关起来了。哦，你有弹药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喷出